一日三劇太夸张，黎耀祥惊观众体验。黎耀祥、陈展鹏等人日前就出席慈善步行活动，谈到祥仔的新剧《财神驾到》即将推出，加上巾帼枭雄三，而早上又重播《西游记》，全日都可以见到他，祥仔就有咁嘅反应啊！唉，真系无可奈何，真系要。好似日头都有，好似日头有冇啊？《西游记》嘛。重播嗰啲啊，唉，重播嗰啲唔好计啦，大佬。咁啊 ，OK 啦，因为其实旧年财神驾到都谂住新年档出嘅，咁因为旧年又出咗公公出宫啦，咁啊，所以今年就新年档嘅时候咧，就出埋呢个财神驾到啦，应下节啦，其实，所以好多嘢都系咁啱咁巧嘅啫。咁长仔你又会唔会担心观众睇到你厌啊？都驚㗎，不過都唔怕，好快嘅啫，嗰、那個都係個零月，好快完啦，我人生都好快完啦，好快完啦，睇多觀眾睇多個零月、啊、不過都唔係啊，你唔好話我出到去，好多人都話掛住八時入席㗎，又睇又冇得睇啦，哎呀就嚟完啦咁樣，好多好多觀眾都同我反映嘅，佢哋都好中意睇八時入席嘅，不過唔緊要啦，所以嗱。可能公司知道嘛，嗱睇完八時入席，咁啊又睇財神駕到，咁啊啊都係我，咁幾好啊！你哋恭喜啦，當你新人咁。係啊，梗係啦，大佬，梗係俾大家見多啲我啊嘛，呢啲見得多紅噶啦嘛，係嘛？